这个时候的话，肩膀放轻松，把胸口朝向上方就好，站起来一样就好。重心微张个三十次。阿姨慢慢来就好，嘿，慢慢来就好。肌肉量会逐渐流失，而肌肉量逐渐流失呢，又与跌倒的风险还有肌少症有关联性。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足够的强度下持续运动，所以练健康特别开设了乐龄族群训练。在乐龄族群训练当中，我们特别针对两大面向做加强，第一个是全身的肌力，第二点是肢体协调。在全身肌力部分，我们透过壶铃、哑铃、杠铃来增加全身的肌力表现。那在肢体协调部分呢，我们则是透过侧向的移动与全身的动态伸展来增加全身的稳定性与活动度。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们带着你的家人，尤其父母亲还有长辈们来练健康体验看看。开机。